变化。艾迪博转底线啊，小篮得分。那也代表工程师的观众非常的热心啊！这边艾夫伯再加两分，得分手段还是很多啊！哈哈，比了一个 two small。对。你会怎么回应哦？对，上一次阿吉的一个 too small， 这一次换艾夫伯。来看一下这个转身之后啊，找到了出手机会，加上这个手势，比的是蛮低的、哦。那也代表工程师的观众非常的热心啊！这边艾夫伯再加两分。我命中率有掉下来了。哇！吉这个时候睡醒还不晚哦，这边三分球加上去之后，梦想家取得领先。大表小表两秒钟的差距，哇！但是陈正杰没有发现艾夫伯在后面，这一球被成功的超截。来看一下艾夫伯的处理，跨进来给到篮底加克拉，不进这个分数吗？球掉在地上，瓦什本跑去捡，瓦什本要直接攻击篮筐，没有哨音，他再把球给放进。杰米教练相当的不开心，裁判没有响哨。关达又这个马步蹲得下去了，好，阿吉还是突破了，哇，拿了精彩。好，两罚都进之后，20-13，阿吉的三分外线。给到底线卢俊祥的 wide open 机会，超前的比分。球掉在地上，瓦什本跑去捡，瓦什本要直接攻击篮筐，没有哨音，他再把球给放进。杰米教练相当的不开心，裁判没有享受，在主场包括了教练团、球迷都没办法接受。阿吉的位置，哇，这裁判的角度。阿吉其实有移动，对，有移动，没有站好，所以这个吹判我觉得还 OK， no call 也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。是。篮筐球没进，